年和谢霆锋世纪复合后，让整个演艺圈超惊喜。小两口爱的低调，但一举一动都能成为大众的焦点。先前两人在机场牵手，韩建公开放闪虐翻全网，没想到近日分手消息被疯传，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单。有消息传出两人和平结束十年情，原因则是因谢霆锋忙于新电影拍摄，全心投入事业。然而该消息两人尚未对外宣布，不过不少网友反而理性看待，毕竟分手传闻已经传了很多遍，太扯了。对此，有港媒十日向谢霆锋求证，他也正面回应，表示别久不久拿我们两个来搞，行不行？走开，口气不难看出有点不开心，不过也正是瓦解分手传言。Bye.